在原种出生，也在原种大干的地会族，他对着婚姻有很深的感情。他就运用他所有的美术，将他世间在咧庄稼生活、甲地方的特色，全部拢透过画笔记录伫咧绘本内面。亲像是原种的土豆甲土豆鸟，就是伊创作的素材之一。伊现在除了伫婚姻的偏向小学担任着艺术老师。也是月兔子协会理事长，更加是文化处当地的走出的婚姻在地大事。郑慧如，原种人，自细汉都伫婚姻大汉，对着这片土地有真深的感情。因为他美术科，所以伊都运用家己的兴趣，摕着画笔将地方的特色甲细汉的生活画伫绘本内面。回到了乡下这边之后呢，就是在云林这个地方就很多在地的东西，又加上我家就是务农，所以有很多很淳朴的东西，很深植人心的东西，而且从小接触的东西，以前可能觉得很想逃避的东西，可是再回来看的时候就会很有感觉。其中这两本册更是以原种的特色来去创作。这是在云长乡的一种小鸟，他把这样子在生活里面常见的一个鸟类把它找出来。那它是变成一个在地的记忆。土豆汤的绘本内面都是用台语念，一方面也从细汉讲台语的环境经验画落来，另一方面也锻炼小朋友学台语。伊要念鼻涕、念嘴齿、念头门，今年我食土豆汤。其实做土豆汤就是他们在掐把病的时候，然后或者是说给汤把那些东西，我一般我们其实不会接触到，可是是在那个工作场域才有的一个情境，于是就很自然的就把它融合在一起。课堂里面，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做土豆藤，现场炒，现场去切这样子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。那也是让我们在地的学生知道说，其实，我们每种的一个工艺和一个这样的文化，都是值得珍惜的。投入绘本的创作有五年时间，伊分享虽然拢伫偏向校园教学，但甲小朋友相处，颠倒伫因的心上学到搁较侪。我带给小朋友的，好像就只有我知识上的一些东西，可是他们给我的是更多的，他让我学习到了更多的热忱，还有就心境上的一个转变。小朋友摕着画笔，伫一张白纸悬顶进行创作，伫遮无人限制伊要画啥。身为艺术老师郑慧如表示，也继续创作用绘本故事讲婚姻的大细事，也透过绘本和小朋友熟悉家己故乡。记者吴永平采访报道。